老师看一下上面，这边，老师上面，上面，好，这边，这边，哇，好可爱，这边。这边也要比心，我们也要，左边也要，我们也要，这边也要，这里也要，这里也要，好，谢谢。今天的春拉的新品，接下来就是这女生合身的西装，然后比较修身一点，然后显得整个衣服比较好。对，那自己平时生活中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平时生活当中就是我还是比较随性，就是可能根据当天的心情啊，根据当天的天气，还可能关于我要做什么事情，回来决定我今天穿什么。那你怎么看待时尚变迁？觉得什么是一直在变的，什么是不变的？时尚变迁，我觉得时尚变迁是符合当代的时尚的这个潮流的走向，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轮回，现在的时尚可能也是过去某一刻的一种时尚，所以我觉得尊重每一种时尚，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大家都应该去做的。然后对，然后有看你在微博里面分享自己的健身成果，平时为了保持身材会做哪些努力呢？可以分享一些小心得吗？我就是因为平时其实我并不喜欢健身，但是因为我觉得健身可以让一个人的整个人的气质，或者说可以让我可以变得更加成熟一点，所以我会一直坚持健身。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坚持所获得的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优势。然后有听说你最近在拍戏，是第一次拍摄古装戏吗？可以分享一下有什么难忘或有趣的瞬间吗？对，这次是我第一次拍古装戏，然后我现在能分享的可能也就只有，粘头套的时候很麻烦啊，粘上很多层，然后别的我希望等到时候剧播了以后再请大家多期待吧。今年人格测试特别火，你有没有测过自己是 E 人还是 I 人？测过，我是 I 人 ，INFP， 反正是那种很内向，然后对内向性格，我在努力变 E。那你像啊？不像？反正我觉得你应该是 E 了。我是 I， 我是 I。那你平时在空闲的时候，私下生活里喜欢做什么？有没有特别擅长的运动？特别擅长的运动就是举哑铃、举杠铃吧。就因为我平时健身嘛。然后其次，运动，我小时候喜欢踢足球，然后我，之前又是国家二级游泳运动员嘛。然后，其实我在田径方面还是蛮擅长的，反正就是，都还可以啊。跑步啊，什么长跑啊，游泳啊。然后用一句话总结一下2023年，有没有什么遗憾？2024年有没有想达成的小目标？2023年，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年。然后虽然有遗憾，但是这些遗憾我也就是对我来说不重要啊，就是只看好眼前，然后把未来的规划做好，我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然后2024年啊，今年是2024年来着，2024年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和大家见面，然后我也会更努力的做好我自己。谢谢大家。好，谢谢。OK， 谢谢。拜拜。拜拜。